段时间有传林志玲将自己手中的一套豪宅出售，结果亏损了600万人民币，不知是否为了填坑。最近林志玲拼命接工作，9月18日他就飞到山西太原出席活动。当天林志玲穿上暗红色的贴身低胸蕾丝长裙，大秀傲人身材，加上一头柔滑黑亮的长发，女神范十足。现场摄影师更大赞林志玲好美丽，自带美颜，基本都不用修，44岁还能保持这么傲人的身材，不得不给林志玲一个大写的福字。不过林志玲的脸看起来有点肿，有点僵，都变得不像她本人了。如果只看这张照片，估计很多人第一眼都认不出这是林志玲吧。不过摄影师强调了照片没修，所以林志玲变样不是 P 图的原因呀，侧面看更加认不出，反正眼睛鼻子嘴巴统统都怪怪的，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充满浓浓的网红味。来张全身照，不看不知道了，一看吓一跳。林志玲不仅脸变样了，连身材也有点走样，这粗腰宽胯是怎么回事？看起来虎背熊腰，给人一种头小身大的感觉。当然就这个年纪来讲，林志玲算是保养得非常好了，相比对脸和身材，其实外界更关心她的恋爱运。早前有命理师批她2020年有婚运，对此林志玲表现得非常兴奋，回应称我会努力幸福的，那就祝福林志玲早点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了。